劳动节连假，不少人要趁假期出国玩。那么大家在搜寻机票时，不难发现价格会不断浮动。有人建议可以用无痕模式网页来避免，或是清除你网站的 cookie， 那么消除追踪的搜寻历史，或是买周二的机票，因为这是非尖峰时段，可以有比较便宜的价格。不过就有专家说啊，不论是不是用无痕网站，机票价格还是会经常调整。那么就算是周二非尖峰时段购票有价差，但也没有差很多。如果碰上较长连假，这价格还是会比较高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